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卢彦哲，我是张立东，我是玛丽。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，每周四晚上十点在虾皮购物 YouTube 频道播出，每周二中午十二点还会有有趣的精华影片哦。记得按下下方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喽。赶快订阅，铃铛响。现在口有点渴，想要把包皮割，不是不要忘掉，玛丽德。人家就是他一出生就已经割，现在真的不要叫我割。神皮，我这边有个9M88减1，哎，真九 M 八七，行，九 M 八七。睡个午觉要用 Swag 的五号，不用特效药，这种 Swag 你知道。好，吃个香蕉，吃个香蕉，立冬吃个香蕉。哦，调整为69姿势。哦，这位被黄标。吃个香蕉，射个小李飞刀。哦，小姐你香蕉补好，不然我精虫冲脑。吃个香蕉，吃到榴莲出包。哦，我是海里的小丑鱼。哦，你是珊瑚礁。有2分钟的时间，然后我们一共有10题，答对一题就有1分哦。有声音哈，再大声，在哪里？你这样他懂吗？哎，你听得到啊？我听不到，我想知道你在笑什么。哦，没事，没事。好了，街舞组合，街舞组合，预备，开始。假的，假的，假的，假的。你可以讲尖音讲，尖音讲。这是我看过玩这游戏最沉默的组合哎，最终看我娘金音奖，金音奖，对对，在金音金音奖，在修你们的天，我们 pass， 我要吃士林大鸡排，断句断的好奇怪，大鸡排，啊，大鸡排，啊，我觉得你们两个要换位，换一下位，好可怕，计时2分钟，重新开始，好。音乐界美食型男，等一下，为什么？音乐界怎么样？美食型男，音乐界美食型男，哎，算过好不好？算过，算过。鞋点，鞋点，饶舌歌手，嘻哈歌手，鞋点嘻哈歌手。哇！你的问题很大。我一边听力不好，我长期可能身体会帮我开发不止耳朵以外的地方听声音。哇塞，老师现在赢了，开始讲话也大声了。还在赢啊？来，开始。三个字，工具人。什么？工具人。全工工工工工工具人。一下好像要打三个，快快快，六个字。台中，台中。打球，台中，台中，单身，单身男子，异常认真哎，男子，你现在可以放松，你胸比球吗？一起，我不想玩哎，不要，我跟你玩，他快，我没有做错事，十个字哦，嗯，自助餐阿姨，吃。自去住去餐班阿姨，对，自助餐阿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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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下一个自去，自助餐阿姨，再大声，你凶点，自助餐阿姨，都叫我帅哥，自去的阿姨，自助餐阿姨，自助的阿姨都叫我。我帅哥，叫我帅哥，对，自助餐阿姨，自助的阿姨，自助餐阿姨，自助的阿姨，自助餐阿姨，自助的阿姨，下一题。